我们继续来看讲义第24页，第四小点，这个地方就是介绍从绕佛的尾端即将要皈依之前，来到静坐念佛这一个阶段，这个当中它的交接转板的程序做法。那我们绕佛大概就是两种啦，一种就直接以六字佛号来绕念一种是以四字佛号绕念，像德林念佛寺就是以四字佛号来绕念那第一种，如果以六字佛号绕念的时候我们请看讲义这个版脸这个部分南无阿弥陀佛，他这个右手边这个木鱼跟引磬引磬它就是敲在篮跟陀木鱼就是流水板顺拍速打流水板这样如果即将要归位的时候打地中的人，他就在这个南无阿弥陀这个佛的地方敲重一点的木鱼一下之后，马上就正式接手过来的这个是我听别的道场他的录音带他的做法他一打以后马上就开始接手了就是南无阿弥陀左手边这个板脸他就开始打了刚才我们已经有这个做这个练习他的打法也就是在篮跟陀这个地方中以同敲，其他就是木以中就打在篮跟陀这个地方然后他等到大众全部归位回来了维诺他就在这个陀的地方敲大磬一下，就拿引磬向上问讯上下引磬敲下去这样然后请坐下等到大众呢，大家都坐定了以后念佛的声音逐渐的出来了，他就改为中以同敲，在这个佛的地方比较粗微体的这个地方改为中以同敲打重一点，让大家能够知道我现在开始要转板，由六字转为四字佛号，所以来到阿弥陀佛这个地方这个刚才我们都有练习，这个基本的板脸都是大概这几种那这个转板这个最后一句这个地方这个瓜五，我们看一下这个陀字也有用中以同敲的中以同，这里画出来是它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刚才这里是阿弥陀佛也有在这个陀柱的地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所以正式的打法就是阿根打在阿根陀这个中打在这个阿根陀的地方，木鱼每个字都打然后正式上路起跑，由慢渐快，依照刚才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地中念佛配速这个爬坡行这个速度这样然后去打在我们来看如果以四字佛号来绕念的时候，也就是说即将要归位的时候，打地中的人在连续三句佛号绕我的时候，这个四字佛号是以四运为一个循环念法循环念法那绕我的引磬木鱼都打在阿根陀这两个地方像德林念佛寺他绕我就是采用四字佛号绕佛现在在绕我月众师，绕我的月众师他就打在阿陀木鱼跟引磬打在这两个地方我们等一下请我们
两位法师呢，啊，来配合一下，我们来练习，啊，来练习啊。所以第一宗，他就是从啊开始接手算起，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佛号连续打，啊，在这个头的地方打中一点木鱼这样，啊，然后就是右手边来到左手边，他就正式哈，啊，就是第二个阿弥陀佛这个地方。左手边就是第一宗已经开始接手了，他接手的时候就是打阿，就铜敲，啊，陀，打在这两个地方，只有阿这个地方中与铜敲，啊，阿陀就只有打木鱼。这就是说他接手过来以后，那这个阿第二个阿弥陀佛这个瓜五的陀的地方啊，陀的地方。绕佛的引磬木鱼，现在第一宗已经正式接手了。他现在在第四五六句佛号的地方，在陀回答，回答啊，回答三句佛号啊，引磬木鱼回答。我们等下来做练习啊。那他现在已经接手了，但是还在绕佛啊，就等待大众全部归位以后。维诺一样在陀字的这个地方敲打磬啊，大磬一下，然后引磬啊，向上问讯，上下引磬啊，请坐下，哎，啊，请坐下。那不是，那再来你就要等大家全部都坐定了，哎，声音也出来了，啊，大家拢已经坐好啊，好，你莫等到讲啊，大家拢还未坐好的时候，你就开始要行这个速度啊，吼。阿弥呢，无人要念啦。有时候他还在调整他的坐姿啊，好，哦，啊，所以呢，最好判断就是啊，声音大概出来差不多了啊，你就可以开始第一宗正式上路起跑。那起跑的时候，我们阿弥陀佛他有四韵，你记得，你开始要跳为阿陀打中以铜敲，好，哦。这个正式的打法的时候，是从第一印佛号开始转为正式的打法啊，转为正式的打法，然后依照刚才所讲的这个一个整个的经验啊，自然的法则，然后由慢渐快，一点一点的加快速度啊，一直打下去，然后冲向啊最顶念佛啊最高峰啊，刹板结束念佛止境，敲木鱼三下啊。我们来练习一下，请两位法师准备啊，一个打木鱼，一个打引磬啊，就是从这个阿弥陀佛啊，第一个这个地方啊，啊，第一宗开始接火为第一句啊，表示说现在在绕火，怎么个交接法哈？德里内佛师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哈，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好，大家请注意听声音哈，就看他们打哈，还有我这边哈。好，我起一个枪哈，啊，从刚才这个起枪的方式开始。如果说啊，重新起枪地中念佛，重新起枪的时候啊，刚从西，我们从西哈，刚才没有练习从西哈，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哈，这个地方我们然后来接。接这个六这个四字佛号来绕佛哈，是说刚才有一点唱错，就是说这个地方要符合它啊，这个韵哈能够顺，所以一般的正统的慢板的唱法就是像你们唱的方式，它是在这个悲的地方，悲阿弥本来都是两拍两拍，尤其悲它是一个圆圈两个杠哈，一个木鱼两个钟。这样总共占四拍，阿弥也是两拍两拍。那呢，我们为了符合他这个转南无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这样啊的比较顺呢，所以把悲转成两拍啊，变成两个钟呢，变成一拍，变成半拍半拍的啊。本来是两拍，变成半拍半拍的啊。悲本来是四拍，圆圈本来是占两拍。现在变成一拍啊，两个横杠本来是两拍，
变成一拍，等于半拍半拍哦。然后啊两拍变成一拍，咪两拍变成一拍，等于转成快板啊，啊头不变，这样子哦。我们来试试看啊。现在先啊，保中鼓他先打一阵啊，半阵鼓，大家对面站啊，是。要归位打地咚的人，他就从容不迫，先准备坐上蒲团，调整坐姿啊啊啊，确定坐好以后，他准备在即将归位的时候要来接手跟他啊交互对打啊，阿弥陀佛。Oh.
结束任何煞板，然后止境啊，绕啊敲木椅三下哈。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五页啊。刚才念佛结束以后，煞板有要止境，敲木椅三下哈，啊敲慢一点啊，现在已经结束了煞板了，然后这样。轻轻的打，然后时间拖长一点。那开心的时候，他就敲木椅两下，哈，这样，好，这样，好，好。那个止境的时间呢？啊，每个道场的规定不一样，哈，这个要看每一个道场的规定。还有说，就是说念佛大众他的根基对象，哈，有的人坐袂足久的。哦，迄位全老火啊，吼！啊，你要安尼硬拗安尼拗足久诶，吼，伊感觉足艰苦诶，吼！啊，上好会当坐如故上好。即个训练，因为吼静坐练吼，你头前你地经念文吼，那是拍了足失拍诶时阵吼，过来呢，一打坐的话吼，现在止境的时候，刚才你念佛的那一些种子哦，会自己跑出来，会自己跑出来，不用练，它自己。八四天中那个佛种就一直跑出来啊，你就大喜冲遍身呐、啊，哎、欸，啊，你都无感觉讲你卡吼，哇、哦，作声哎，啊，所以这个要训练哈，要训练哈，尤其我们在家居士要训练呐，解雇哈，啊，像德林念佛士，他静坐念佛一坐至少五十分钟，有时候一个小时，好、啊，他就分成两段两回答，然后中间就止境，啊，所以这个要看大众念佛大众的根基对象，还有每一个道场他共修念佛每一个程序他所调配的时间比例，还有维诺他在实际控场剩下多少时间，他的需要性他的弹性来做决定啊，来做决定啊，啊，所以啊，这个地中念佛哈，你前面如果打得非常有节奏感，大家练得大喜冲遍身，非常摄心法喜，心能够定静就坐得住。啊，常常你坐的时候，坐掉吼，你会发觉讲，就开始起用尔，一时啊，连咪讲要练火出班，还要搁食饭啊，不知不觉一支香就这样过去了哈、哦。所以呢，有时间不妨可以来参加德林念佛寺。的佛期来品尝品尝一下哈，尤其你们坐得住的人哈，哇，足舒服诶哈，这个坐落去哦，安尼，哦，连咪都别个接棒啊哈，哎，好，我们来看，如果说现在止境了，他想坐久一点，前面哦蛮不错的，或是前面呐、啊，第一次失败了，冲了伤紧。或者是气枪提得太高或太低了，根本都啊练袂好势。啊，你都卖拍吼，人讲吼拍伊安怎？拍伊卖拖病啦。那看无吼，提早收收的吼，好收打吼。啊，从个时间扛起来啊，在第二回地中练的时候吼，再重新气枪把它打回来哈。啊，如果前面应该不错的时候，这个地方哈。就没有那么惨了，所以前一次第一回他地中念佛是承接至绕佛的时段，而绕佛他的速度，包括你现在接过来以后还在绕佛这个中啊，等大家坐定了以后来才刚正式开始起跑上路哈，这一段都是还是很慢的啊，而且拖很长，所以刚坐下来要从慢的开始，让大家慢慢啊适应啊这个念佛的速度。啊，那所以坐念的时间会长一点啊。第二次的这个地中念佛就属于比较精致型的，啊，就是延续第一次念佛最后面的那个速度的节奏感。所以你现在第二次再重新起香的时候，你就不能从慢慢来，安尼再感觉显得吼不会拖泥带水啊，干净利落，因为这是一个延续性，你。第一回哈练得很色心法喜的时候，哇！现在这坐一行人足舒服哎。现在第二次练佛的时候，你延续，你很想要再继续品尝最后第一次
第一回那一种锥顶念佛，那一种摄心法喜的感觉，你想在第二次的时候继续延续啊，所以第二次的时候普通就是它的速度哈、就会比较快一点，打的速度从一开始接手以后就很快，没有经过转板就直接起枪以后开始就跑的速度就很快啊。中速以上一直到锥顶念佛，所以它的时间呢、因为起跑加速都很快，作念的时间是非常精致、就短一点，是最精华的，大概15分钟、10分钟、最短10分钟、所以这个它的操作方式就是说，现在大家止境哦，内心非常的这个安定极静，现在要重新开动启动念佛。就要让大家知道，我让解个足静的时阵，你解手吼，都安尼压一个钟、然后就开始起枪了。有的呢，来不及反应了、就只有你家己念啊，声音无出来、所以还是一样要慢慢的给大众知道，然后稍作预备啊，止境时间一到的时候，打地钟的人就有类似慢岔鼓的打法，轻敲木鱼，只是。现在他都还在极近很近的状态之下，一切都很极近，你现在打要从微小的音量开始，从这个地方以木鱼缓缓的这样微小声，慢慢从这个声音一直打出来，慢慢的打出来，利用这个木鱼棒的尾端这个地方是尾端的地方接触面比较小、然后从这个实心的这个地方、实木的这个地方开始，这样慢慢的敲，慢慢的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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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慢慢的出来，记得声音要顺一点，这样慢慢的敲，这样渐快，这样，然后来到正常的音量，这样。阿弥陀佛，好，压一个钟，敲开木鱼，然后几枪，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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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啊，好，这样啊，刚才在念佛的时候念四字佛号地藏念佛，大家有没有发觉我念的调跟你们不一样？有没有？这个就是要讲到这一个地方啊，第五小点这个地方哈。他说，如果是快板的四字红名锥顶念佛。这是我学人在慈引，有一次在几年前学慈引杂志的时候，有一位老法师他所刊载出来有关
换拜的东西呢，我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做分享的。根据他个人的经验，他认为说，提出两个这样就四运嘛，这里有四运哈，1233、3321、2311、1611，这有就是四运哈，四个音节，四个小音节哈，他提出两个，那我们来比较一下，他这两个其实差异性在哪里？在第三小音节、第三音节这个地方，他只是把23跟32给调换过来而已。他这个音啊，他提出这个看法，还有我们时下的一般的念法，就是12335322、2311、1611，有没有？那这个差异性又跟他所提出的这两个有什么差异呢？在第二音节，这个五就是嗦啦，表示说它音比较高，就是我们一般在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它是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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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比较平音。所以平音的念法为什么提出这样观点啊？当很快的时候，我们嘴唇的跳动啊，会比较顺一点，不会高低差哈。他你看哦，他说一二三三，表示说他的音律音调的跳动到三度而已，三度的范围之内而已，不会很高。好、哦，嗦他跳的比较高，所以他提出呢，音调如果比较平稳的话，尤其在很快的时候，我们嘴唇就是好像金刚链一样啊，容易入定啊，练起来很顺口，安尼吼啊，念起来做练凳的。好念阁好拍，就是从开始转板的时候就开始练平音。等一下呢，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尝试，可以来尝试，尝试后面有一个虔诚打一回，是利用佛七的时候把它录下来的，那一个节奏感还有那个整个情境非常好，所以他呢提出来就是。哆来咪咪咪咪来来来咪哆哆哆啦哆哆哆来咪咪咪咪来来来咪哆哆哆啦哆哆。啊，第二个它是只是三二，把它改成二三，改成三二这样啊。哆来咪咪咪咪来来来咪哆哆啊，咪来哆哆哆啦哆哆哆来咪咪咪来啊咪啊哆来咪咪咪咪咪来来来啊来咪哆哆哆啦哆哆。哆来咪咪咪咪来来咪来哆哆哆啦哆哆，啊，就这样而已，其实是很相近的哈。他强调的是平音的念法。那我们一般呢，就是哆来咪咪嗦咪来，嗦咪嗦咪来来来咪哆哆哆啦哆哆，哆来咪咪嗦咪来来来咪哆哆哆啦哆哆，哆来咪咪嗦咪来来来咪哆哆哆啦哆哆，就是这样。好，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尝试一下，好。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这几个静坐念佛啊，如果有穿插穿插这个开示的时候，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他止静以后再开静，再恭请开示啊。第二种是绕板煞板了以后已经没有时间，已经来到要开示的时间，所以没有经过止静啊，只敲开静木已，然后就接着开示了啊。其他呢？如果没有威楼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可以起腔啊，自己可以打地钟哈，可以参照刚才这个认识地钟板点敲法第三点的做法哈，也可以用地钟回向啊，就是的这样的情形，就是如果地钟静坐念佛之后已经没有时间了，空场空到这个时间啊没有时间，或是说平常念佛啊，越众人手不够，那就以一组地钟就可以替代所有的法器，一人哈可以唱独角戏哈啊，唱压轴这样子哈都可以。所以我们一般呢、我们一般的这个净土回向记，就是大家都知道哈，不是愿生西方净土中，就是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哈，这样子哈。好，我们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都会唱，所以哈也就。把它略过去、第五点，地中交接的原则。往往有时候啊，地中，有的道场会两组人马哈、两个人，两组的地中下去，一个一前一后去打。尤其是
打很快的时候，追顶念佛打不久的，哈，所以你没有说照这个方式哦，然后一直追追追追速度这样追到最后追顶念佛后面更有劲的话，你一开始就追到顶的话，大概一个人追顶念佛一个人只打五分钟，好，他手大概快要酸了，那就第二个准备要接手，那很快要接手哦，那真的两个人接手哦，真的是要很高干，就像这样讲的。第一个就是第三点所讲的，你一定要选两套地中的哈，这个它的音，它的音阶都是一样的，啊，没有音阶都是一样的，这样，或是很相近的地中。第一个工具啊，中也一样，啊，中也一样，啊，这样就不会差异性很大，啊，差异性很大。那他现在在交接的时候，现在在打的人。他要接的人，他一定先在旁边先轻敲，依他现在的速度先适应，熟悉他的速度在哪里啊？这边先哈、哦、听不到声音这个地方，或是不会吵到、会干扰到别人念佛的地方呢，先熟悉这个速度，在旁边这样敲敲敲，然后呢，大概可以适应了，适应这个熟悉这个速度的时候，然后渐渐从这个小声的地方，哦、慢慢。好、哦，上来上来，合上板，然后渐渐大声，来到正常的音量。好、哦，那速度当然就是要一样。那教的人呢，他看对方确实教上了以后，也不是马上停止，他也是一样。好、哦，他是从小声接到正常的音量。那教的人呢，他是由他正常音量慢慢也这样过来过来，反正接起来就是让人家感觉第二小点。所说的说地中如果交接得好，大众有时候都不知道，因为两组地中都音阶中跟木已都很相近啊，他们的技术也很高干，哎，速度啦，还有音量啦，哎，两个接起来让大众浑然不解，心念不动，哇，这个就是很高干的一个功夫了，好、哦，哎，很高干的功夫，所以未接的时候可在旁边轻敲，熟悉这个速度，哦、熟悉这个速度，哦所以第四点这个部分哈、哦，尽量不要发生。就是说，前者如果他的速度打得过快了、太猛了，或是过慢了，啊、你先照他原来的速度给接过来以后，再慢慢调整。但是这一种情况最好尽量不要发生哈、哦，你毕竟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总是会、引起大众的起心动念哈、哦。我们再来看第六。啊，地中选材啊，地中选材的啊一个原则啊，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了、啊、我们地中最好选用吊钟啊，这里所用的是啊，是用跨在上面的哈 啊，这一种是属于比较轻便型的啦，哈、啊，比较轻便型的哈、啊，都可以啦。看你怎么样要求到什么程度、哦、那最主要还是说这个我们在选的时候钟啊不要音阶过高，然后尖锐刺啊好会很长的会很差，也回音很大，会造成那个残响，会造成因为它速度太快，如果你回音太大的话会干扰、哦、它这个很快的时候就是点点清楚分明、啊、它这个钟很响，它虽然打在阿跟头，好，有时候你木已打得很小声的时候，你就专门在听那个阿陀阿陀阿弥陀阿弥陀，听的钟很清楚，哈，很清楚，这样子，好，像这个钟啊，这个钟就你看，对吧？有时候太细了，哈，太细，有时候很快的时候会听不清楚，哈。好，那地中的这个小木鱼呢？啊，地中小木鱼，哈，啊，地中小木鱼。因为一系列啦，所以系列轻轻拍起来就较紧吼。啊，若咱绕的木鱼较大一点嘛，所以呢，伊的声音就是啊，较软，拍起来较有弹性，安听起来吼，甜啊，佮啊较软哦，听起来呢好听好听。啊，这就轻轻较紧，因较细粒吼，较细粒。啊，但是呢，咱卖嘛卖讲伤硬啦吼，卖讲伤硬，略带一点弹性哦，有没有？这个声音啊，这两个声音吼。哎，这样，啊，略带一点弹性，为什么呢？毕竟念佛的速度很快，他敲的时候要让大家
听得点点清楚分明，好，安尼啊，再来呢，木鱼棒啊，这是少部分啦，吼，哎，木鱼棒呢，咱都锤哦，唔通修嫩个，一修嫩个，安尼啪啪啪，不耐久打，连伊呢啪啪的，即个必切牙，哦，会烂坏，必切牙，啊，而且呢，修嫩个茶啪落去的时吼，声音不够清亮明朗，好，因为伊就是无。算讲伤软去啊，吼，啊拍起来讲，哎呀，听起来就是安尼，足清脆的，吼，啊，佫袂差安尼，吼。再来呢，木鱼棒，这一点呢是因人而异啦，因为木鱼棒啊，它的圆球头，你看吼，啊，啊，这是啊我选的方式，以前都是做这一种的，但现在找遍整个，几乎整个台湾哦，已经找不到传统的，以前随便怎么买这个。这个圆球哦，圆弧球头的这个形状啊，弧度，然后到尾端这个地方来，都是很smooth的。好，哎，像你现在做的，有的从大陆进口回来的，好，哎，不是这吼，这木鱼棒安尼吼，这头这大粒，啊，无就是嘞，这倒凹，好，啊，倒凹的是安怎？你这摆安尼啦，有阵咧拍，有去用到的时阵，这个倒凹的时候，有阵声音吼未顺，拍起来迄个做来咔咔咔咔。啊、本来你是拍呢吼，在造型哎，突然呢，忽然间突然声未顺，好、哦，不能敲出一样的声音啊，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有用到的人才有这样的需求做法，好、哦，才有这样的选材要求，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啊，做一个参考哈、哦。再来，地中韧膜，好、哦，地中韧膜这一项哈、哦、是给大家哈、哦，根据学人的这个经验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参考。我手上拿的这个木鱼棒都是经过改良的，因为我们练膜的速度很快，几乎你贴近这个木鱼的表面在打，所以节奏感也要很准，哈，安尼，迄手感也要很准，因为它接近贴着面，啊，咱即摆若是买吼，规支是硬邦邦啦，吼，迄足紧的时候，等下你吼会模糊去。哦，会模糊去，因为要扎拉，你知道，足紧的时候，哦，要扎拉，哦，要扎拉的时候，有点啊，你搁要点点清楚分明，好，安尼，这里迄个效果，迄个节奏感不能跑掉，那怎么办？嘿，好，所以我就来改造一下，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图面，再过去一张，啊，这张就是哦，用画的简图，所以我现在就把它改良在这个。靠接于圆弧球头，哈、哦，这个地方，哈、哦，这个地方我们手握的这个长柄的这个地方，大概十公分，这个地方开始以一个圆弧形，这个本来这个是扁平面这个厚度，我现在把它削薄，哈、哦，在这个地方离这个中心，哈、哦，削薄，然后延伸，慢慢哈、哦，改延伸噶，啊、哦，这里不削的地方就是我们手握这个地方，哈、哦，安尼。好，啊，底下给削薄怎么样？你给削薄了哦，它就有弹性，有没有？好、哦，有没有？好、哦，它很快的时候，哎、欸，这都叫这个淡薄的速烂哦。当你在敲打的时候，哈、哦，这样的时候，哎、欸，你只是提出来一点点而已，它本身有弹性，你本身这样在上下的时候，它这个尾端被你这个一削薄处理以后，它这样就自然就有一个自然。自动上下跟着弹跳的这个弹力了，那一方面呢，棒槌的重量也减轻了，变比较轻了，哎，啊，那它会自动在打的时候，在锥顶链螺或是不是锥顶链螺也好，反正现在，那我们这个木这个圆弧球斗这里本身就有一定的重量，好，那你这里又把它削薄了以后，就有一个弹性，这里有一个重量。那你手握在这边的时候，这里有一个重量，它就会随着上下的时候，它自然就会，哦、就会摆动，就像这样，有没有？啊、哦，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哦，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提供给大家哈、哦，啊，做参考，这样打出来呢，更加灵活轻巧，啊，很顺手，不过要加一点技巧了哈、哦，啊，这样可以顺烂安尼哈，而且不能。失去它原有这个节奏感、哦、那你削这样的时候，当然你的握持方法要做改变，也就是本来你这样的拿法，
好，这样的拿法你要转成改握宽平面的这两侧，这样，好，这样打，好，这样打，这样它就会自动的弹跳哈。这是我的经验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可以试验看看哈。最后呢，要跟大家讲的，男女众他的手劲力道本来就有差异性哦，哎，男众的手尾来较有，讲起来爱靠的手尾来了哈。所以呢，这个长度，它的长度，其实男女众长度哈。请翻过去，刚才那一个简图哈，对，所以呢，这只是以男众的时候的一个参考值，你还要实际依你现有剧组的这个条件跟习惯经验，然后提供给你的今天所上的这个经验的法则，你稍微去整理一下，去统整分析，然后斟酌酌量之后，再根据自己量身定做。在实际操作当中，然后又去修正、好试正、调整跟选材，好，这样呢，相信能够适合自己充分发挥潜能的效用。好，好，我们现在最后呢，要请大家一起来以投影片再一次把刚才所讲的做一次回顾哈，有一分钟的时间，请注意看，好，从这个蒲团，好，然后坐姿。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是不是给大家一点时间哈？最后这个情境非常好，就地中全程打一尾，这个是在佛七的时候把它录下来，我觉得哈情境非常好哈，大家跟着一起练来，顺很清楚的看到我在打的时候整个敲打的过程，顺便来尝试一下，赶快哈尝试一下我们在用练比较平音的佛号的时候是不是比较好练哈？请开始。请把音量好，练锣声不是很大，靠大家来练，最主要注意听它地中中语的声音哈，跟着这个它的拍数来继续来来练锣。
Thank you.
弥陀佛，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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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的关系哈啊，以上仅供参考啊，不妨试用啊。今天所讲的如果有不尽人意或是错误的地方，敬请多多包涵与指教。好，我们最后回向，请合掌，愿你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谢谢大家。
好，大众请起立。